我知影你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失去联络的人，你一定是拄着什么问题啊，唔才会无消无息。不过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为着我。 平平安安倒来我的身躯边，好不好？你即马到底在倒位？太好，梓潼，我人在你家，我无代志啊，你莫搁搞好不好？看到你我了这嘴巴塞，如果我伤心感慨，我真正就唔甘的。 请你原谅我，我即马袂当现身，嘛袂当出现伫你的面头前，若无等今夜计划就会袂了工啊！请你可怜咱一段时间好不好？奇怪，我看我哪会一声都无去啊？刚刚伊是身体无爽快，魂到底什么所在？ 我怎么会走了？廖凯宏，人来讲。 失去过后才懂得珍惜。伫我弥留的时阵，我规个头壳想的拢是你，嘛是因为你的声音把我救了回来。无你家己讲的无唔对，其实毋是我咧保护你，是你咧保护我。嘛是因为有你，我变得真勇敢、真坚强。嘛是因为有你。 给我的人生充满希望，所以是不是会当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为你找方向，由你来指引方向。以后若是遇到任何困难，咱两个人做伙面对。林梓潼，给我好不好？ 杜威哦，你要给我保证，你以后不要被离开我，也不要被欺骗我。若无，我才不会自找麻烦，规工为你烦恼。我唔是讲过，你是我伫咧这个世界上上乖定位的宝贝，我哪有可能帮你一个人？我家己离开。 算你出去，跟你今天就输陪。哎，阿爸，我来替梓潼去上你红，走起来创啥啦？
你嘛吼，进来甲我瞧看卖，我这内骨带有食无啦？哦，还不是食的啦，你悄悄歪去啊！我来。真紧张吼。当然啦、啊，但我唔是听你做新郎啊啦。好，来，你看卖咧，安尼有缘投无？哦，你看。我媳妇甲食的都是有正啦，阮家的子龙当然无话讲。阿妈，你等下哦、喔，你若是有满意，那即马话你甲我打相共。阿达，你是要从啥？话你甲我翕相啊？哦，好。来，你坐阿妈边。哎呦，原来你是要甲千代姐做翕相，你咪较早讲呢。哎，巴丹姐，半身哦，啊，翕较好看哦。阿姑，会记手爱抓。好知啦，那遐啰嗦哈。来来来，看下看下来，一、两、三。志聪，你看，阮爸阮妈就是三四十年以后的咱。几十年，爱一世人。啊，嗯，子彤，我会答应伊，互恁陪伊同去食饭，迄是因为……因为你是我的经纪人，因为你伊个，所以你选择伊生活，对不？这边哪有可能？你是我的未婚妻呢，我哪有可能嫁得伊排第一？啊，不过你就是答应伊啊。你还不是不知道伊迄个地沟头家有偌尼啊垃圾？拄才伫咧直播的时阵，伊阁爱我超工，甲酒泼伫咧身躯顶呢，阁爱我做迄啥物 sexy pose， 还阁有表情。你敢知影我拄才伫做遐个动作的时阵，我感觉有偌歹势、偌见笑？佮讲你唔但无保护我，佮甲我送去甲迄个头家食饭。那你是安怎要答应？你是安怎无爱拒绝伊？问题无爱做上大。你是安怎伫伊面头是假甲这尔阿傻哩？但是伫我面头，你煞对我发脾气，甚至无听我的解释。我还答应，也毋是为着要告翻你的面子。讲话歹听的，我就是靠你的钱。我即摆毋是咧甲你讨论趁侪趁少的问题，是我就是无想要陪人食饭啊！你拄则答应我，心内无法度接受，因为过去的廖凯宏，伊绝对无可能会答应的啊！